原来第一波到达的警察呀是事故组的，他们负责的呢是倒车撞了电单车的事，而我举报酒驾呢要由第二波交警负责路面呢过来调查处理。你有什么情况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白话。你那个人是哪里人？跑了。没想到啊，这第二组来的不太像是交警，反倒是像是来了个泥瓦匠来和泥的吗？有车主信息吧？车主未必是车主了，那就有车主信息，那能不能确认这个车是谁的？交警能不能确认车是谁？肯定可以确认是谁。那车主能不能确认是谁开的车？我这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啊，让交警有点头疼。那假如你是车主，你借给我，我要借给他，你怎样去调查？你说呢？你是交警，你找不到吗？我，他要借给人家怎么办呢？借给别人就找不到了吗？你交警就找不到了吗？这话说的啊，我也在录像，这话说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不是去调查，你在现场，你那些，你喝酒没有？啊？你喝酒没有？我可以吹。拿来我吹啊！你拿来我吹，我说我喝没喝有什么用啊？吹，你喝没喝你也吹。那没听到试过哈？你喝没喝？那我你喝没喝？你不用说，你喝没喝？我肯定没喝酒。你确定你没喝？但是 我绝对没喝。我怀疑以你的表现来说你是喝酒了的。啊？我怀疑以你的表现来说你是喝酒的。你看到那个喝酒了没有？一起跟我讲道理。那现在我要求过来吹波， 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处理。我可以说啊，你如果推闪，如果这个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报那个派出所吗？中国足球希望找到了。你说你那个人会不会说他开车了？他开车，我知道他开车，他开车了，那是不是需要检查驾驶员喝没喝？您的警号是多少？我问你有义务回答我。你是公职，你有义务回答我。因为你的警号遮住了。我问你，现在的您的警号是多少？因为跟我对话的人的警号是多少？嗯，就是不告诉我警号。我到此现在，你都讲不清楚，那个人去哪里？你抓住了吗？你交警应该做的事情，我去抓人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怎么我交警，就是我交警的事情呢？这不是你交警的事情吗？他喝酒开车，你他喝酒开车，你现在抓到他了吗？你不能确定人家喝了酒。由你们来确定啊！我还是挺喜欢讲道理的，但是对方又讲不过我啊、你厉害，你就是搞事，在这里，哎，派出所那些过来了，你可以干招了。那，你问一下派出所那些东西，你怎么回事呢？你的警号是多少？你怎么回事？我第四次问你，你的警号是多少？你考照不到，你干？派出所的确是来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搭理我。几位交警也对事故车开始进行了拍照之类的。看着他在打电话，应该是在跟领导反馈情况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是来车是吧？对。我们查个监控，看一下是哪。到时候我们查个监控，看是哪个司机。接着回来我们单位协助调查。对吧？你们现在不能通过警务终端查询车主信息，直接跟车主取得联系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确不确定是这个？是那个车主，知道吗？要拍到。你这样，你现在拿警务终端去查询车主信息，我来看看照片是不是当时在场的人，这样可以吧？很合理吧？我们查那个车主是不是？一般的话，那个信息啊，不能。你可以只给我看照片嘛，别的地方遮住。那个信息那个。或者这样，我给你看照片，你来看看那个车主长得像不像？只有你看吗？很公平吗？这样，是吧？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信息有保密吗？我要是现场去拉他，今天晚上轻的是治安纠纷，严重的是刑事案件。要是打起来的话，你说万一构成个轻伤害，总得有人要蹲了吧？啊，不是叫你打，哎，拜托，你跟喝了酒的人拦他，完了之后那肯定搞起来了吧？你不要先不要那么确定他喝了酒。因为我们没确定证据，这样，我你说嫌疑，对，他啊，你不能，从我的角度，我是认为他喝了酒嘛，那我认为拦一个喝了酒的人，肯定会搞出不愉快来。我理解，从你们交警的角度，没吹之前不知道。坐哪个角度啊？坐几把子？你没有证据是不行的，这个是确定的啦。但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男的在那个时间喝了，对吧？
开了车，然后并且根据市民的实名举报，市民认为他喝了酒，那你们警察就有义务去查清他到底喝没喝。我现在查，现在给电话他车子啊，你说又查那个车子，我现在给电话他，知道他没听啊，那假现在我没有说假设啊，假设是设卡查酒驾的时候，有人当了交警的面，把这个车往边上一锁，然后人就跑掉了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你们打电话没人接，难道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了吗？因为我们首先不确定他是谁开的，啊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好找啊。你说你怎么找那个车子开车那个？其实吧，技术手段是有非常多的，我都懒得说了，我就等他们看他们能怎么着吧。那我打两次电话是吧？我相信您是打过的。那么晚了，谁都睡觉啦。对啊，先是这样子，因为我没证据证明他喝了酒。这个车主的电话始终都是打不通的，之后没再录像。然后交警告诉我，他们查了这个人的住宅地址，准备直接上门找人去。我十分的激动啊，我就继续在原地等他们找完人给我回电话。我想看看今天这个故事能怎么样。过了大概15分钟、20分钟吧，交警告诉我说那个人不在家，他们在门口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应，希望我理解。我觉得呢，好像他们应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但是这个故事绝对不会就那么简单，如果那么简单，那我还发出来干什么呢？按照广电能够过审的剧本，这个套路一定得是正义战胜了邪恶。下一集我们来说说发生了什么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还请一键三连支持。